太厉害了，这是草鱼，这嘴这么大，跟鲤鱼似的。对，草鱼。那是钓底还是钓？钓到底，钓到底。钓到底钓下来的，这底很深啊。很深，6-5米多。我的天！这是一直在手底。对，钓了一下浮不行。你中间逗了吗？哎，专业成。哎哎栾湾盐水库位于泰安市栾湾盐村，水域面积100余亩，是天然的山体水库。在水库周边的山谷中，都有和水体相通的沟渠，这些沟渠平时干涸，只有雨水天才有涓涓水流汇入。入水口的周围往往都聚集大量的因追逐氧气和食物逆流而上的鱼儿，选择在这里下竿，多少都会有收获。今天天气情况不好，特别闷热，再加上这个连续下了几天的雨，这个水库的水已经涨了不少，想钓鲤鱼有点困难，钓中层鱼可能要稍微要好一点，可能草鱼要好钓一点，我估计鲤鱼今天是不太好钓的，弄不好还不一定打得到底，所以等会我开饵料的时候还是要针对草鱼的饵料，还要开点草鱼的饵料。来到一片新的水域，最能体现当地钓鱼文化的，非得属当地钓友不可，因为他们比初到当地的我对当地的鱼情水情要了解的多得多。鱼获的多与少与我们所开的饵料味型配比有很大的关系。又到了山东啊，这个可以给我幸运之福地的地方，对吧？本意其实是来钓鲤鱼的，但是我们勘察过地形和水情之后，发现可能鲤鱼在这个天气开口不是特别好。什么鱼开口我钓什么鱼，是我葛小哥行走江湖以来每次不打龟的一个很好的证明。我从来都不执着。水库涨了10几米，肯定这个鱼的鱼情的变化是有的，它里面有草鱼，有鲤鱼，可能这个鲤鱼不太好钓。它的水压呀都起了变化。可以，那我们就钓来钓草鱼。钓草鱼，我认为钓草鱼。今天就还得麻烦这个罗爸爸给我们配一款草鱼饵。来，我们首先特做巨无霸一杯。考虑到主钓草鱼，首先加入一杯特做巨无霸，再加入王者之战青草边、野战诱饵各2杯的量。为了调整状态，再加入半杯天元麸、一杯雪花粉。由于主钓大个体的鱼，再加入2杯天窝颗粒2号，针对草鱼加入一盖红糖蜜、天元1号酒，最后加入少许草鱼诱食剂和果酸，以1:0.8的饵水比搅拌均匀即可。在水库里面钓大鱼，你如果说没有窝料的话是不可能的。这个我懂。对，我们天元公司今年出了好几款就是可以手抛的颗粒。对，一个是重窝颗粒，重窝巨无颗粒2号，一个是重窝颗粒手抛型，这两个手抛型的颗粒，只要是有草鱼的水库，它一定会可以把它招来。所以我今天要重点跟大家，重点，我要窝料，我要比建议大家，对，一定要用这个。对，窝料我要比较打得比较足一点。然后再用这个草鱼饵料开的，开的软黏，一定会有好的收获。应该就是没问题。对对对。行。可以了，今天就看我们的，走。雨后有风是最难得的好天气，只要不是狂风暴雨等极端的天气，都是垂钓的好时机。虽然底层的鲤鱼喜欢上浮，但其他的大鱼仍旧生机勃勃。我们一行3人沿着水库依次排开坐钓。哎，来了，哎。这是草鱼，这嘴这么大，跟鲤鱼似的。对，草鱼。那是钓底还是钓？钓到底，钓到底。钓到底钓下来的，这底很深啊。很深，6-5米多。我的天，这是一直在手底。对，钓了一下浮不行。你中间逗了吗？哎，专业超鱼，不可能。专业抄鱼这么多年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以前我是靠抄鱼起家的。哇，好大，这把有10斤吧？差不多吧。10斤肯定有了。哎
哎，这位草鱼好漂亮，它好干净啊。就从这个草鱼的这个体质，就是颜色上面，你就能看得出来，这个水应该是非常的水质好。水质不好都养不出来这么透亮的鱼。对，是吧？这个鱼真的是好看。下底的第一杆开始就中鱼。行，还是换下草鱼饵料。好，稍微再粘一点。对。这样留的时间会长一些。对。哇，我一又闻到了那个。王者之战青草边大计终结者的味道。哎，对，看看咱那小机会，走着，等我胜利的消息啊！真不愧是钓大鱼的好地方。罗登生采用7米2的特座千川鲤，钓浮转弓底后，下竿就能收获十几斤的大草鱼，可想而知，这一处钓场鱼情一定有保障。罗爸爸，我发现这水好深啊，我根本就调不到底，找不着底。它都是这边是一个山崖，这个地方肯定是深一点。那怎么办？我们钓不到鱼，就钓不到底，就钓不到大鱼啊。你往后面来的应该可以探到底的。往后面来啊？对。干别泡得太满了，要是泡得太满了以后，待会要真的是中个大鱼的话，也不好搞，它要会拔河的。好，我试试。你放心，这个天气它只要不中就是草鱼、青鱼、鲤鱼，它这么闷，鲤鱼、鲫鱼它不会上的。像我们这种扎蛤蟆，这么近，它能那什么吗？就是我觉得，它这个飘向会不会不那么清晰啊？为什么我们不用5米4，然后用7米的线呢？那也不好抛啊。你待会遛鱼，那也不好控鱼啊。这样还好些，这样如果是大鱼中鱼的话，因为你上面有富鱼的线，你只要一扬杆，你的有富鱼的线，一般鱼杆子都可以立起来，它就跑不了。大家。